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不点，到现在成为让爸爸妈妈和妹妹都很崇拜的英文小老师。我很高兴来到建国上课，每天都有好多好多有趣的课程。谢谢妈咪总是陪在我身边。毕业典礼之后非常非常感动，尤其看到小朋友跟老师们如此努力的这个把这个表演做得尽善尽美，这个让我们觉得凯斯真的是很棒。就是王老师跟 Miss Wu 就是他们很用心在从小孩子入学到他们整个毕业的一个学习的成果，我觉得感觉得出来他们夫妻俩很用心。那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毕业成果是很成功很完美的。看完这次的活动的感想是真的很精彩，很感动，很难不留下男儿泪。我想小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可以经历过这么精彩的一个毕业典礼，应该是他会留下很
永生难忘的经验，那也希望这次的经验可以在他往后的生涯当中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。谢谢。今天的毕业典礼是我儿子的第一个毕业典礼，我觉得建国真的是非常用心准备每一项的节目，那小朋友也都表演得非常的好，那我也谢谢每一位建国老师，那陪伴我的小孩在这幼稚园的这段时间里面都可以非常的快乐，然后快乐的成长，学习到很多东西。很高兴来参加二女儿的毕业典礼，那从老大到老二都非常感动凯斯的用心，而用心呢其实是在细节，对老师的要求，甚至是司机，两位凯斯幼稚园的司机呢对小朋友的照顾，以及工作人员对小朋友的照顾呢，都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，也借这个机会谢谢这些工作人员，谢谢，谢谢所有的老师，参与这个毕业活动的所有的老师，然后还有所有小朋友，你们都很棒，谢谢。非常谢谢凯斯的老师们，那么我们也很开心能够在凯斯读了三年，非常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建国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校，谢谢王老师，谢老师，各位老师，谢谢，辛苦了。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建国。